好，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哈 ，A 是等于这个的，他要求这个的值，那怎么办哈？我们现在哈，我两边哈给它乘以什么呢？乘以这个的，这个哈啊减一，哦，我给它乘以哦，这个是我要写成二的哈，三分之一次方的哈，啊减一，乘以 A 哈，这个等于多少呢？这个是这个的平方啊，我就二的三分之一的平方，啊加二的三分之一，啊再加一，啊因为我多乘以这个嘛，所以哈、哦，这个呢也要再乘以二的三分之一次方减一啊，那这个就啊就是 x 减一乘以 s 平方加 x 加一，那这个等于多少？哦，这个是等于 x 三次方减一嘛，就二的三分之一次方的三次方减一啦。好、哦，我们有个公式嘛，就 x 三次方减一哈等于多少 ？x 减一，啊乘 s 平方加 x 加一嘛。哦，有这个乘法公式。啊，这个刚好等于多少？那这个的话等于零了，我看哈、哦，哦没有，这是二的三分之一次方的三次方嘛，这是二的呢一次方嘛，所以是二减一，二减一的话呢等于一啊，哦不是零了，我刚刚看错了，这是二的呢，这三拿进来，三分之三次方就一嘛，二的一次方就是二，二减一是一，好，那这样的话哈、哦，我这 A 的话哈、哦。实际上也等于多少呢？也等于那个二的三分之一次方减一分之一啊。好，那我现在令哈，那也等于什么呢？也等于那个二的三分之一次方的平方加上二的三分之一次方啊加一啊。那我现在令哈，令呢这个二的三分之一次方哈，为了方便了哈，我令它是等于 x 啊。那这样的话，我就晓得 a 是等于多少呢？等于 x 减一分之一啊，同时也等于 s 平方加 x 加一啊。好，那我现在呢就可以来算这个了。这个哈、哦、，a 三次方减掉三 a 平方哈、哦，减三 a， 我先把 a 抽出来啊，然后是 a 平方哈、哦，减掉三 a 减三啊。好，那 A 的话呢，等于多少呢？就等于这个。好，我现在带这个 S 减一啊。那 A 平方的话呢，我就这个乘以这个，就是 X 减一啊。这个是分之一，这是 A 嘛 ？A 再乘 A，A 现在我就带这个 S 平方加 X 加一，那这个是 A 平方，啊减掉三 A， 好。三 a 哈，这是 x 减一 ，r 分之三，啊再减三呐。那我现在我给它通分，好，这 s 减一哈分之一，通分以后哈，就是 x 减一的 s 平方加 x 加一，啊减掉呢三倍的哈 x 减一，哎没有，减掉三呐。再减掉三，好的这个嘛，啊减掉三倍的呢 ，x 减一啊。好，那这个等于多少？这个是等于 x 减一分之一，好，啊这个乘以这个就是等于是平方了哈，乘 x 减一，啊这个呢，这个有 s 平方嘛啊，啊 x 减掉三 x 就是负二 x 了。啊，这一减三嘛，哈，啊，负得正，一减三加三就一啊。啊，这个刚好是 x 减一的平方，也就这个是啊，这个是等于 x 减一的平方分之 x 减一的平方啊，所以是等于一，所以答案是一啊。